由我们家中民俗文化艺术团和我们多伦多华兴艺术团联合主办的。那么在我们多伦多的这个家中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团长呢，是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陈琳女士担任的。那么在大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红红火火相互拜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女高音歌唱家陈琳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吉祥颂》。我们希望借助这首吉祥喜庆的歌呢，祝福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能够和和美美、美美、幸福、安康。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琳女士，有请。